默哀币。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国家跟总统都会照顾好我们国军弟兄姐妹。沈总长和几位同仁的殉职，所有的人都很心痛不舍，不过坚守岗位守护国家就是我们怀念沈总长的最好的方式。那么昨天上午呢，我也召开了国防军事会谈，要求国军第一，务必要确保军心民心的稳定；第二，务必要确保台海周边的安全；第三，也务必要确保装备检整的完善。这三个任务，我要请大家务必要全力以赴。我知道弟兄姐妹也关心后续的进展，我们已经展开调查工作，也一定会厘清我们事故的原因。我们也会协助家属重忧重欢重塑的抚恤，那么请各位放心，这次的事故不会击倒我们，我们不怕挑战，这就是我们空军的志节，就是国军的志气。我们要更团结更坚强，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军，我们一定要达成使命，大家一起加油。请各位长官就合影位置，合影加油！合影完毕，恭请总统颁发春节慰问金。总统，您面对这边。谢总统。由分队长代表冬奥领营区传递总统陈总长追思卡，请总统代收，为我们官兵营区